就算抽不到钟离，但是他的私房钱你可一定要拿。原来他的摩拉全藏在这些地方了，在天球谷下面这里解锁这两个压力板，拿走一个比人还高的珍贵宝箱。盾玉林左上角地灵龛旁边有三只小怪，干掉他们又是一个珍贵宝箱。盾玉林右上角，在这个洞口下去直接白嫖一个宝箱，往前走，来到这里打碎两个石破之间的石头，往旁边的梯子爬上去，把灯塔点亮，拿珍贵宝箱离月岗上面的山头，点亮火把，出现风铲飞上去，拿华丽宝箱。翠绝坡左下角有一个限时挑战，可以拿一个珍贵宝箱。翠绝坡右下角往洞口位置下去，直接白嫖一个珍贵宝箱。清虚谱右下角这里，这个石头上面有一个压力板，放一个炎罩物，拿精致宝箱。南天门这里四朵烈焰花中间可以挖出一个藏有钟离的私房钱的精致宝箱，希望所有的宝子都能十连出金。